哇，今天超级热。Hello， 魂动马三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KT 的魏经理。那今天这一款车是在马三的俱乐部，当然要马三了哈。这一台是三代的马自达三，一般我们叫魂动马三，对吧？那这一款车哈，车主其实本来就已经有做了底盘的一些改装，像是。哦，这台车是比较高阶的版本哈，马自达三魂动马三里面比较高阶，所以它是电子手刹车，然后原厂也是18寸，可是原厂的这个18寸哈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厂的重量啊，铝圈重量 12.3 公斤的样子，很重，所以车主车友啊有改了这个的很漂亮的铝圈，这个放射状的铝圈看起来啊有很像19的效果，而且它的重量很轻，好，比原厂的18还要轻多了。那它的 Z 数跟 ED 值也很漂亮 ，Z 数的话是8Z 啊，8.5Z 哦，8.5Z， 然后 ED 值的话是哦，这里有写8.5Z 42，所以它能够贴很贴在轮拱的外侧，所以看起来就很漂亮哈。这个有改的哦，这个真的超轻的，原厂大概12公斤，这个大概8多公斤而已，很漂亮。那车主除了改装轮胎跟铝圈之外啊，也有改了避震器，可是避震器已经用了1年多哈，已经有损坏。那乘坐的感觉的话，车友也有反映说有点偏硬哈，但这个也是台中的一个制造的其他家的工厂，它本来的配置是。前后都是6公斤，前后都6公斤。那 KT 这台车的配置啊，前7后5公斤，在弹簧的设计上算是 KT 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像前面的话，我们配了一个像这样灯笼状的弹簧，让它的乘坐感觉呢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这一台车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在后面的弹簧，后方的话 KT 的 High Low Key 啊，跟 Team 的做法一样是坐在上方的。下方是做一个大圈镜的弹簧，要框住它原厂下支臂，所以它的下内径的话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好像大概快90附近吧。所以它的弹簧很大一圈哈，所以当然 KT 的设计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哈。那在配件的部分的话，像是前面上座哈，前面上座跟后面上座啊 ，KT 都有附一个新品哈，所以就直接用 KT 的上座就好了，不需要再拆原厂的上座来沿用。像这个上座的话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啦哈。来，像这个沿用原厂上座啊，看这个上座摇晃，那橡皮好像感觉起来好像快坏掉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是台中其他家的产品哈。那车主的反应主要是另外一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它的乘坐的感觉的话不舒服哈，所以今天他车友也有做过KT， 可是是。装在其他车款上，他觉得不错，所以今天就假日约来工厂来做施工哈。今天是工厂里面第5台车了哈，这个是第5台安装的车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，来看一下，但今天没有小帮手，所以移动镜头会有点晃。那如果了哈，这里都是马自达三的车友比较多啊。如果啦，大家有想要了解的地方的话，经理就会把镜头带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是后面的部分。后方的话，它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，后面的话配5公斤的，这个是后面的桶身，它的行程哈做的比较长 ，KT 的行程的话是做170mm， 所以会比较舒服一些。我把镜头移过来好了啦，来等我一下哈，镜头移过来有点晃哦嘿。那如果车友有问题都可以很欢迎询问的哈。Hello， 余任你好，余任也是马自达三的车友哎哈，哎，这个是拆下来的避震器哈，那每一间的设计啦，哦，有的都不太一样，像这一间的设计，后方的弹簧是用180场，然后公斤数的话是6公斤，它的 High Low Key 是坐在下方的，好，这台车很漂亮哈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开始介绍了哈，来，这个是 KT 的后面的弹簧。220场，然后5公斤，它的圈径很大，所以当然会比较舒适了哈。它上方这个是原厂的橡皮，下方的话也是原厂的橡皮，
这里有一个原厂上座这个区域哦，这个是 KT 有附一个新的铝合金上座。那 KT 调整阻尼的方式哈，后面的话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，往顺时针它就变硬，往逆时针就变软。那这台车啊，不论是不是装 KT， 有一个小小的重点，就是这个筒身哈，不要缩得太短，因为缩得太短的话，这个弹簧就会压缩过多，就一定会不好做哦。所以这个是后面的部分。经理也忘记有没有在这里做过直播哎，像 KT 的用料的话也都相当的好 ，IP 的阻尼油，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然后日本 NOK 的油封。也许有可能车友对日本 NOK 的油封比较不了解哈，但是日本 NOK 的油封很威哦，像是这一代的马自达3车友啊，也很多的人推崇的是日本 TIN 的品牌哈，像日本的 TIN 啊，它所使用的油封就是使用日本的龙头油封 NOK 油封。欸，我没手啊，你一个电话就好些，子午拿一个电灯借我一下。因为有点暗哈，我补个灯一下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来，这个是前面的部分哈，这个就是前面提到过了很厉害的弹簧，它是200长7公斤。那它弹簧特别的地方是在弹簧跟弹簧之间的距离呀哈，它拉得很开，所以这样的弹簧形式会比直卷式的弹簧它多出了行程多出了35%，哦35%。那这个是油管固定架，当然啦，这个ABS 线哈，这个都一定要符合原厂相对的位置啊。这个所在哈，这是离载串的固定点，这个也是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多花钱换强化的或者是换可调式的黑龙循环器啊哈，那个都会多了一个可调，就多了一个轨哈，多了一个松动的机会，多了一个异音的发生，所以。原厂的品质一定是最好的哈，这个离载栓用原厂就可以。好，我爬上上面，这个是原厂的这一颗引擎。这一台车啊很方便哦，我们在引擎盖打开，这里东西都不用拆，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哈。那调整阻尼的方式很简单，从这个方向，这里有一个 H， 往顺时针的话就会变硬。往逆时针就是变软哈 ，KT 的话一共有30段的软硬度可以来做调整。这台马自达3是3代的，4代的好像比较少哎哈，4代的是去年的6月20几号上市，结果隔天我们6月28号就开始量测了。啊，4代的话 KT 也都开发完成了，如果这里是马自达3有4代的车主，也很欢迎跟我们询问。欸，我们好快哦，装好了哈。欸，有没有车友有疑问的？我们把镜头带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。来，我们来谈谈后方好了啦哈。这台车后面呢，还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。如果啦，车高有要降很低的话哈，来，我会建议，车高有要降很低的话，这一只要做改装。这一只是后方的仰角哈，那原厂的竖角呢，能调整。原厂的竖角在这一个四壁的这一个区域，这个是就能调整到后方的竖角，加上一点点的仰角角度。可是啊，车高降低之后，它的轮胎呢，我用的比较夸张了哈，轮胎的角度会变这样子，外趴哈，或者是内趴，反正 camber 的角度就是会变这样，所以轮胎的内侧啊会磨耗的比较快。但原厂 camber 没有办法调整啊，所以这一支仰角调整器就可能改成可调式的。改成可调式的时候，这个后轮的角度，欸，自然就能够做得比较正了，就好像能够回复到原来车高还没有降低时的一个 camber 角度，所以轮胎就不会异常的磨耗了。所以这个是车高如果有降低的话，经理都会推荐要多花一笔这个仰角调整器的费用啊，能够让轮胎的磨耗能够更正常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是刚刚拆下来的，车友用了1年多的避震器。那如果啊，这款车的车主哈，有需要试乘，我们 KT 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哈，在台北的话，我们有经销商三足底盘技研，然后在中区的话，飞鱼底盘技研哈，都可以找我们的经销商去试乘呐，或者是了解产品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打上 KT Racing， 就可以搜寻到 KT 的产品。
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更多了，好几百则，应该近千则，有很多的安装的影片。也许有可能啦，车友是这个马自达3的一个网页，可是车友是其他车款，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呢、搜寻到其他不同的安装车款，都有很多的一个安装的范例可以给车友们来做分享。哎，这个镜头带到的哈，这个是 KT 所使用的一个阻尼油，这个是意大利 IP 的油，这个是车友换装的18寸的旋压式的铝圈，很漂亮哈。好，我们已经安装完成哈，1小时就搞定了。那如果啦哈，马自达3的车友啊，有任何要询问的问题的话哈，可以到 KT 的小编询问 KT 的小编。好，以上是今天文动马3安装的直播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